人生越多，时针不停在转动，从昨天经过，错搁置着，将规则牢笼挣脱。此刻，纸算落空，在坠落入地那一刻，清醒的准则，得过且过，还是暂时的心得。烟火，自由召唤我，暴风指引我，推开新的生。乔某今天都没来航校，看来是没胆量参加这个挑战。转场飞连坐着游戏玩不成喽。无敌，等一下会掉一个人，要不你跟我一组吧？夏雨啊，要不咱俩一组？我不跟你一组。哎，你们就别起哄了，一会儿看任教官怎么安排不就好了吗？任教官，我接受你的安排。很好，回去坐吧。还真敢来。来，你们两个，赶快制定飞行计划吧。啊。我想申请调组。吴迪，肖默和夏雨之间的事情只能他们自己解决，你不要感情用事。任教官，其实他们的误会是因我而起，我有责任也有信心去团结他们。但你要清楚，他们两个都不是容易妥协的人物。只要喜欢飞行，就必须要妥协啊！现在他们就是闹脾气，没事的，我去调和他们一下。所以你。现在分组有一些变动。吴迪调去和夏雨和肖默一组，大家各自制定飞行计划，制定好以后到我办公室汇报，只有飞行计划通过了才能转场飞，都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准备吧。你把自己赔上去当炮灰值得吗？他们都是技术挂的，说不定是我占便宜的。我知道你们两个的专业都是顶尖的，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你们现在就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，怎么配合比较好呢？我要飞第一场的机场，飞行顺序不是应该按照飞行经验来排吗？不用跟我提什么经验，在考核的立场上，大家是平等的。吴迪，你说对吧？这个连坐本来就不平等，你在这谈平等，你不就很可笑吗？
而其实飞行顺序也不是很重要，要不然我们抽签好了，好吧？真不用，你运气差，不想让你飞第一程，就是不想让你一开始的走霉运。你从小就这么迷信吗？开飞机讲究的是技术，你面对现实好不好？谁没面对现实啊？你躲着去学修飞机是为了了解飞机吗？我看你去当逃兵去了吧。意外就是意外，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，逃避现实的是你，不是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只不过就是一个飞行顺序，有那么重要吗？都一个下午了，看看其他人，再看看你们两个，他们事情都做完了，你们要吵，吵完再叫我回来。还生气呢？嗯，这是什么？打开看一看。整场飞的飞行计划，你这么快就做好了？怎么样，我还是很厉害的吧？这真的是你自己做的？当然了，不相信我？我已经找专业的飞行员核对过了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那为什么不找肖墨一起讨论？他这样臭脸，我怎么跟他讨论？你知道转场飞的同时最要紧的就是小组合作，就算你的飞行计划很详细，也要我们三个人一起讨论一起通过才可以执行。做的做完了怎么办？去找肖墨吧，三个人一起讨论。哎，他都走了。哎，及军方控管计划出了最省油及最安全的飞行高度和路线，以下是我们的计划。嗯，但是天气报告始终就是个预报嘛，如果当时天气突然发生变化，而你们的飞机飞的这个区域正好是积雨生成，你们将怎么做？来，你们三个分别说一说。我认为左边的积雨面积看起来比较小，可以从左边绕过去。考虑到风向是由东向西的，应该从右边，因为从左边绕过去还是会遇到积雨云。我认为应该从积雨云的下方绕过去，因为横向的风向是会改变的，而小飞机的雷达精准度没有那么高，所以走下面比较保险。那吴迪，你说一说这三个答案哪个比较好？我觉得我们能够再讨论一下。那你们呢？能不能统一给答案？从右边。向右绕行。我反对。是机长，我说了算。别争了，要撞山啦！啊！这就是你们的合作吗？我只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你们给了三个答案。在天上飞的时候，时时刻刻会遇到很多突发情况，在那个时候你们要吵到什么样子呢？我不想看到你们机毁人亡。
哎呀，任大教官，好久没见你发这么大脾气了。你还说呢，我真后悔当时听你的，把这三个宝贝放在一起。现在可好，世界大战。我觉得吧，这事儿迟早得面对。哎，总比他们从航校一直掐架掐到飞行队去要来的好吧？再说了，你不就爱挑战吗？啊？你还幸灾乐祸啊？咖啡店见。能约我，啥意思？果然是爱情的力量大，这都学会关心别人了呢。你在说什么？吃了家里小媳妇的蛋糕，心里甜滋滋的啊、哦！现在就答应回来跟夏雨连坐飞行了吧？不过啊，想要转场飞顺利，这蛋糕还要继续吃哦。你是在吃醋吗？连吃醋都知道了，谈了恋爱果然改变很多。哎，朵朵是我妹妹，我跟她谈什么恋爱啊？妹妹，不知道怎样的妹妹哦，可以又搂又抱的，这么亲密啊，是不是想要这样的哥哥呀？说什么呢你？不是，我跟她从小就这样，我都习惯了。哎，我说是不是天太热把你脑子热傻了，净胡说八道的。嗨嗨嗨！哟，今天穿这么正式，要去参加婚礼啊？这是要跟你见面，当然得重视一点了。再说了，你太久没有主动约会我了，我当然得好好表现了，对吧？我可不是来跟你约会的，我是为了我弟弟。萧默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不跟我约会没关系，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劝萧默跟夏雨连坐。什么？什么连坐？连坐就是说，如果夏雨过不了，那萧默他也就……明白了，就是说，如果夏雨飞不好，萧默就没法复飞了，是吧？原则上是这样。你这是公报私仇，是因为我，你故意整萧默的，对不对？你先不要生气，我是有原因的，真的。什么理由？我归根结底是为了萧默好啊。你想，我让他们随便一飞的话，他们肯定就是糊弄我，这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。现在可就不同了，连坐就代表他们得生死与共，他们得精诚合作，他们得放下所有的心结去面对对方。这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飞行员嘛，对吧？了解了，可我还是觉得萧默被你欺负。好吧，既然你让萧默和夏雨连坐，我就让你和萧默连坐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这次萧默不能复飞的话，你就别想跟我和好了。所以你的意思说？如果萧默过了，你就原谅我。谁让他是我弟弟呢？如果这次他能过，我也只好牺牲我自己了。哟，这次连坐厉害了啊，连我一起连上了。OK。
我是傻，竟然傻到主动要求跟你和夏雨一起连坐飞行。也是，实践证明，咱们俩只要凑到一块儿，就没什么好事。那完蛋了，这次肯定是过不了了。不会的，我保证，这次转场飞你顺利通过，破除这个魔咒。真的？我发誓，如果你过不了的话。不用发誓了啦，我相信你啦。心情好些没？嗯，谢谢。其实，该说谢谢的是我。为什么跟我说谢谢啊？反正，就谢谢。是不是在心里很感谢我这么的伟大，愿意牺牲小我，一起陪你跟夏雨那个倒霉鬼连坐飞行啊？你不是跑步吗？走啊！我刚刚才从那边跑过来的。那这边。锁门啊啊！因为只有你才会不敲门。说的也是，来来来，香飘千里的春风露牛杂汤，吃两口啊。哎，你心怎么能这么大呢？我哪有心情吃夜宵啊？哎呀，我就是你心情不好，才出去买的啊。你不吃我吃了啊。自己吃吧。哎，你就接受事实吧，一起飞就一起飞呗。说实话啊，萧默已经是飞行员了，只有你拖他后腿的份儿。我就知道是因为这个，我才不想在无敌面前出丑。哎，要不我们先让他出一次丑，怎么样？出丑啊？吃饭不等我，他妈自己喝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怎么了？敢不敢给我来场比赛？比赛？谁赢了，飞行计划听谁的？那是不是输的那个就不能提反对意见？没错，好啊，比什么？180度定点，我们不能自己飞，需要得到空管的批准。放心吧，这个我来搞定。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的。干嘛呢？你跟萧默聊什么呀？那个，你不是让我跟萧默和解吗？你给我多听话呀。和解？就是和解啊。飞机降落的定点位置呢？我已经画好了，我来做裁判，没意见吧？啊？
我叫他来的，没意见。厉害了啊！一次就是这种分毫不差，果然是技术一流啊！啊，怎么样，紧张了吧？知道你看到我一次就中，心理压力非常大。就算你第一次完成不了，没关系，生命安全最重要。飞行计划听我的也没什么问题。祥师兄，怎么了？球技不错啊，轻松轻松。好，来，来吧。祥师兄。江师兄，师兄，没事吧？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赶紧起来，起来，哎，慢点。然后他说没事，我就以为他真的没事了。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个叫故意人身伤害，谁知道他的弹跳力这么好？我也没想对他下手这么重，
况且人笑一说了，就休息两天就好。我原本想着，他手受伤了，也就应该自动放弃了吧。谁知道，他真的去飞啊！两天是吧？行。两天之后，希望他赶紧好，不然过两天，船长飞要是出了什么问题，我可是要连坐的。定点降落，要求飞行员降落的点在最小的范围之内。大家都知道，驾驶最难的就是降落，能落得那么准，都是超一流的飞行员。竟然做到了！怎么样，谁赢了？虽然萧默降落的比较准，但是呢，降落的速度啊，控制的有点不太好。虽然夏雨呢，降落的时候偏差了一点，但是呢，在空中的表现啊，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啊。所以这次的比试啊，大家各有失分的地方，没法分出胜负。啊，不错不错不错啊，嗯。啊，这就是你的评判？是啊，这就是我的评判。我早就知道是这样。180定点，比的是时间点的控制，下降速度多少？你怎么能看得出来？而且我希望这样比赛是公平的。听说你跟夏雨比赛定点降落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事情闹这么大，全校都知道了。已经比完了，我赢了。所以呢，飞行计划听你的吗？我们俩约定好的，谁赢了听谁的。现在我赢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一个这么有原则的人，既然会为了输赢违反校规跟夏雨比赛，他幼稚你也跟着他幼稚啊。我不是幼稚，我是为了让我的飞行计划顺利的进行，让你顺利的通过这一次考试。对于夏雨这种大少爷，不让他输得心服口服，他是不会服气的。他一日不输，就一日不会听我的。你是我们之中唯一合格的民航飞行员，你现在已经忘记怎么做一个合格的民航飞行员了吗？
来，为了我们转场飞顺利，走一个，干杯。行不行啊，班长？我怎么听说你酒量一般呢？你放心吧，我能喝着呢。李伟，你今天找我俩出来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想大家聚一聚，开心一下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当飞行员呢？那我就说说我。我喝。好喝。来，我们把杯中酒给喝了吧。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再争吵了，好好相处。你俩慢慢聊，我先把单子买了。班长，李伟。班长，李伟。李伟。教官，立伟他怎么了？喝了点酒。喝酒喝成这样啊？你们三个一起去喝的吗？嗯，他酒量也不好，非要跟我们拼酒。他也是为了劝我和夏雨在一起合作才会这样的。我们也是考虑到明天不用飞才这样的。明天不用飞就喝得进医院吗？任教官，医生现在还在检查，再等一下，应该会没事的。医生，他情况怎么样？现在病人的病情已经稳定了，你们现在可以看一下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对不起啊，班长。
我以后班长。发生争执了，我可能当不了飞行员，但是我可以把我的梦想寄托在你们的身上。班长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就不要管我们的事了，安心养病吧。谁让我是班长呢？班长，你的那份儿包到身上，也算我一份。还有我啊，谢谢你们。嗯，很好，你们的飞行计划通过了。下午就进行转场位测试了。去准备吧。嗯。谢谢班。转场飞，是你们每个学员离开航校的最后一次大考，每一个机场。为每一段航程，每个人都会在这个航程当中担当不同的职位。这次考核不仅考核你们之间彼此相互之间的合作，更是考核你们每个人在遇到突发事件之后的处理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登机。
切平安，都要给我安全吗？自由召唤我，暴风指引我，推开新的城中。You say my baby， 别哇了，别光顾着看风景，注意高度。姿态，飞机姿态。能做点什么？不是为了你好吗？小飞机跟大飞机不一样，还是要始终保持目视。明白。你他说话你听，我说话你不听呢？你定点降落都输了，当然要听人家的。最美时刻凋落，抱你在怀中，却感觉到空洞，两个人只剩沉默。也许就要走到尽头，只有一个简单理由，你的世界不属于我，你看不到我的唯唯诺诺。雨下